小陈，爸的帝豪集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财团，而你是我唯一的继承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肯原谅爸爸吗？能哥，这么多，你母亲得了重病，需要钱，拿着吧，谢谢。小陈，妈没事，妈不治。妈。 你安心一步，别操心钱的事，我爸给我打过电话了，他会帮忙解决钱的事情。不，千万不能让我打扰了你爸的事业。妈，您的身体最重要，既然这样，那我就把如烟的30万彩礼要过来。如烟，你来了。江晨，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为了这个老不死，竟敢让我退彩礼，他能活几年呀？你什么意思？刘如烟。 这可是我妈，你家里有这么个累赘，我嫁给你也是供去遭罪。江晨，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我们俩的婚事完了，而且那30万彩礼就当是你给我的青春损失费。刘如烟，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女人？哼，离开这等没钱的垃圾，绝对是你最正确的选择。以后跟路赵宏伟，人生将无限辉煌。 赵公子，他一送外卖的穷屌丝，怎么配跟您比？江晨，我现在是赵公子的女朋友，他爸爸可是帝豪集团的高管，身价千万，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比的。帝豪集团，听到帝豪集团的名字，是不是都像尿裤子啊？那是你这个废物一辈子都进不去的地方。你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钱。钱？哈哈哈哈哈！ 你可真是井底之蛙呀，动不动帝豪集团有多大影响力？他旗下的非诚不扰可是当今最火爆的相亲综艺。赵公子答应我，下期节目带我上台，他会在全世界的见证下和我牵手，到时候我一炮而红，可就成大明星了。<笑>怎么样，像你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废物，一辈子都躲不了人家这个机会。<笑> 你这个废物，你叫什么？小你有眼无珠不是真龙，粗鄙垃圾当成宝，把臭送外卖的穷鬼，想找什么玩意儿？老子银行卡里的零头就能吓得你这个穷鬼！赵公子，他这种没用的废物，跟他浪费什么时间？我们走。儿子，你没事吧？妈，我没事，你也不会没事。 爸，我要继承帝豪集团。爸，小陈终于肯原谅爸爸了吗？爸，我要继承帝豪集团。董事长，今年我们帝豪集团1亿市值，稳居世界第一财团宝座，可喜可贺。恭喜董事长！小陈，你终于肯原谅爸爸了吗？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帝豪集团由我儿子江晨继承。这么多豪车，竟然来接一个送外卖的穷小子，他到底是什么人？江晨少爷，董事长让我来接你。 我还不想见他，想让他安排好我母亲的事吧。您放心，我已经为老夫人安排了金海最好的私人医院，邀请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进行会诊，一定能治好老夫人的病。嗯，这是您的至尊黑卡，里面有100亿，是董事长给您的零花钱，还有这辆价值千万的顶级跑车，给您代步用的，不知道您是不满意？马马虎虎吧。还有一件事，董事长让我嘱咐您，《非诚勿扰》是帝豪集团旗下最火爆的相亲节目。 希望下一次节目你能出现进行视察。《非诚勿扰》还真是够呛。哟。
这不是如烟的废物前男友吗？你可千万别告诉我是过来相亲的。这种顶级的节目会场，不欢迎一个送外卖的。江晨，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我说过了，你就算是跪下来求我，我都不可能嫁给你这种没用的垃圾。你可真会往自己里。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吗？真会嘴硬。好心提醒你一句。 离你身后那辆豪车远点，就你那点工资，送一辈子外卖也买不起上面一个轮胎。如果我说你那辆豪车是我的呢？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挤了？你懂车吗？这辆可是全球限量的顶级豪车，价值千万，整个京杭只有一辆，那就是帝豪集团总裁他老家的。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呢？你该不会是得了失心疯吧？ 帝豪集团总裁，烟雨半百，是你能冒充的吗？你这个送外卖的穷鬼，你要是帝豪集团总裁的话，我就跪着，把整条街都舔一遍。是，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嗯，这怎么可能？哟哟哟，这不是江晨吗？有阵子不见，现在人模狗样的。你们也来参加相亲，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怎么会错过？ 说不定能傍上大款呢。但是眼睛得擦亮点，千万别让穷鬼代驾骗。代驾？他不是送外卖的吗？赵公子，我跟他十年邻居，他家的底细我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呀，穷的叮当响，晚上送外卖，白天当代驾，只要挣钱，他什么活都干。他妈呀，还在小区翻垃圾桶，捡旧衣服跟纸箱卖呢。哎，江晨。 你该不会对别人说这辆劳斯莱斯是你的吧？江晨，你真恶心！明明是个臭代驾，还敢骗我说车是你的，臭婊子！什么爱信不信？你们算什么东西？需要我来向你们解释？啊，说起不要脸，刘如烟，你连骗婚都敢，你才是不要脸的那个人。 骗婚，江晨，你不要胡说八道。那我给你准备的30万彩礼，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我，为什么不给我退回来？凭什么退给你？那30万是你应该给我的青春损失费。就是，你这种穷鬼，哪有资格跟我们如烟处对象？这30万是你应该出，不仅穷，还满口谎话，连帝豪集团总裁都敢冒充，真是下贱！你真是厚颜无耻，让人恶心。我劝你们最好嘴老实一点。 不然，到时候有你们好看。你这个穷鬼还敢威胁我们？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们来的正好，这儿有一个臭代驾，假冒帝豪集团总裁，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总裁好。总裁好。什么？当然是总裁了。你们眼前这位啊，就是帝豪集团的新任总裁，老董事长独生子江晨江总。 难道江晨真是帝豪集团总裁？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江晨，这些不会都是你请来的演员吧？为了欺骗我们如烟，你也是煞费苦心。住口！你们算什么东西，还敢出口污蔑总裁？知不知道，总裁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在大夏毫无立足之地？江晨，你这个穷鬼还真能装，可惜没用。我告诉你，我爹赵强可是总裁大人的心腹，他要是有个儿子。 我肯定会知道，再说你好总裁这样的大人物，不可能来这里相亲。江晨，原来你做了那么多，只是为了在我面前演戏，希望我回心转意嫁给你是吗？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这种废物根本配不上我。你找死！鼠目寸光，一无是处，他们都不配浪费我的时间。走吧。总裁，他们实在是太可恶了，简直罪不可恕。 你要不要？我帮您教训他们。刚才那个姓赵的时候，他爸叫赵强，对吗？赵强是帝豪集团在京海的负责人，让他现在立刻马上滚到这儿来。什么？总裁大人要见我？好，好，好，我马上到飞城部长的现场。快，帮我备车。总裁今天走马上任，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机会啊！ 我正好把我儿子也借给他。啊，总裁，我已经通知赵强了，他马上就到。好，先忙你的事吧。
我去看看《非诚勿扰》的现场。导演，三号男嘉宾说他不愿意来。你有没有搞错啊？三号男嘉宾是我精挑细选的穷鬼，就是为了给赵公子捉他捉早来的。他说他虽然穷，但也是有尊严的，不愿让别人践踏。我顶他个肺呀、啊！我不管，你现在马上找人给我顶上！真是的，穷鬼还有什么尊严呢、啊？侯生仔，过来一下嘛！可不可以邀请你参加《非诚勿扰》的录制啊？就帮个好啊，这个忙我帮了。哎呀，太感谢了，还不赶紧带过去？天地之缘一线牵，王婆为你结良缘。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三号男嘉宾闪亮登场。风尘还真是来相亲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跟我说了，三号男嘉宾是他们找来衬托我的穷鬼。江晨这个女人，这下装不下去了吧？三号男嘉宾，请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江晨，今年28岁。他呀，我认识，就是一送外卖的穷鬼。江晨，你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为了追我都跑到这儿来了？我说过了，你这种穷鬼，我根本瞧不上，你还是赶紧滚下去，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你这种穷鬼我根本瞧不上，还是赶紧滚下去，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怎么上来个送外卖的呀？这种人也敢来参加相亲节目？谁愿意嫁给一个穷送外卖的？他这不是作践自己吗？自作孽不可活呀，像他这种弄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人，用不着可怜他。一个臭送外卖还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真是垃圾垃圾，跟这种人在同一个舞台上，我都感觉恶心。就是哪个女的不长久还会选他呀？真是可笑！送外卖的怎么了？穷人的尊严就能被你们如此毫无底线的践踏吗？践踏又怎么了？你们穷人就是天生的。他家可穷了，我亲眼看到他在小区捡过垃圾。张晨，你可不只是穷，还是一只癞蛤蟆，死缠着我们家如烟不放。可惜别说是如烟了。就连我都看不上你这个垃圾佬。说到底还是因为我，可惜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日在我，你们这些人才是穷鬼。穷鬼，口气倒是不行，赶紧回家捡垃圾去。这个瓶子送给你了，还能换1毛钱呢啊，去吧。走。你赵家能有今天的运气，都是得自帝豪集团。帝豪集团能给你的，一句话就能收回来。演戏演上瘾啊！你就是衬托我的垫脚石。录完节目，个盒饭赶紧滚蛋，把老子惹恼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还是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很快，你就会家破人亡。乞丐，没脸没要脸，今天。我就让你死得很难看！哎，男嘉宾，男嘉宾啊，这个场上有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女嘉宾，你有没有心动的对象啊？就知道你是冲我来的。不过山鸡怎么能够配凤凰的？你这种废物，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吧。跳梁小丑，真是可笑！你们误会了，我是说，能不能让那个骗婚的女人滚下去？我看见他就恶心。骗婚？什么？他说那个女人骗婚？哎，一看就知道，直接早就认识了，说不定啊，还知道些什么猫腻。江晨，你不要胡说八道！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出名，你想得美！今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一号女嘉宾柳如烟，曾是我的未婚妻，她收了我30万彩礼、怎么这样啊？结果带着钱跑，还来到了这里参加相亲节目。你们说，这算不算骗婚啊？什么？
竟然还有这种事！收了人家30万彩礼，竟然骗钱跑路，还在这参加相亲节目，你是真够不要脸啊！江晨，你不要胡说八道，这30万是你应该给我的青春损失费。你的青春就是青春，我的难道就是？对呀，是。还是说，你给自己睡觉，对，还要自己当小姐？这女人真是厚颜无耻，竟然说出这种话来！我看江晨说的没错，那女的跟小姐没什么区别。我呸！挣不到钱那是你自己没用，我们女性现在已经是清醒觉醒，你这种男人还是应该睁眼看看世界吧。各位不要听这个穷鬼胡说八道，他就是一条爱而不得的舔狗，柳小姐不肯嫁给他，他就因爱生恨。刚刚在台下他甚至为了让柳小姐回心转意，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这种人的话能信吗？你真是搞笑啊。帝豪集团可是世界第一财团，总裁怎么会亲自来相亲呢？看来他还真是满嘴扯谎，那位柳小姐还真是被污蔑的。江晨，你现在真让人恶心，还是赶紧滚下去，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帝豪集团总裁也是你有资格冒充的。冒充？有这个必要吗？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他一直在撒谎。今日到场的男嘉宾每一个都需要验资证明财力，你真是帝豪集团的总裁，财力一定是相当雄厚啊！江晨，这就是你污蔑我的代价，这可是全球直播，到时候你就会成为全世界眼中的死骗子。靠财力我有什么不可？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啊！我等会看你还怎么准。现在我们进行第三个环节，我们请工作人员抬上我们的验资台。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臭送外卖的能有多少钱。我先来吧。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哇、哦、一号男嘉宾彩礼值200万。不愧是帝豪集团的员工啊，实力雄厚。就是帝豪集团可是夏国第一财团，就连我们这个节目都是他旗下的，进入帝豪集团的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恭喜一号男嘉宾获得2位女嘉宾的青睐，掌声鼓励。看见了吗，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而赵公子更不是你这种穷鬼能碰瓷的。这可是他唯一能上世界舞台的机会，就让他装一会儿吧。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有钱人。天哪，3000万。哇，5000万。不愧是赵公子，果然是财大气粗。赵公子的父亲可是帝豪集团的高管，这一等实力在下甘拜下风。赵家人啊，还得嫁像赵公子这样的成功人士。看见了吗，死骗子，你连给赵公子舔鞋底的资格都没有，也被站在这里诋毁别人。要我说，江晨你还是赶紧滚下去吧，不然待会儿爆了财力，你的谎话就会被全世界的人看穿。就是你诋毁我骗婚也就算了，还敢冒充帝豪集团总裁，还是谁像点，赶紧下跪道歉。接下来就该这位帝豪集团的总裁报财力，各位观众咱们给他鼓鼓掌，好好看看他的表演。哇哇，好。就是啊，江大总裁，掏出你的银行卡来，狠狠地打我们的脸呀。好，别晃瞎了你们的狗眼。啊，江城竟然有100万的身家。1000万，这不可能。怎么回事，江城不是个送外卖的穷鬼吗？哇，他的财力值居然超过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竟然错过了个亿万富翁。我的天哪，三号男嘉宾身价10亿。哇哇哇哇，他竟然是个超级大富豪。道叔，他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哇哇，100亿，100亿，
慢着，他的钱是假的。停路停路。不好意思啊，哎呀，你们大家都被他给骗了，他根本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他只是我花500块请过来的演员而已啊。至于他的财力机，肯定是我们的设备出了问题，显示错误了，还不赶紧把这东西搞下去。原来他是假的，我就说嘛，拥有百亿身价的大富豪怎么会来相亲？他一个捡垃圾的穷能赚那么多钱，就有鬼了。你个臭跑臭，差点把老子给吓了。你真是臭婆，为了得到我的关注竟跑到这儿来弄虚作假，真让我可气。我的钱都是货真价实的，当然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顶多算个零花钱。你不知道会死啊，我跟你认识一年多了，你穷得连你妈的医药费都交不上，现在跟我冲什么大股？刘如烟，你真的以为你自己很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离开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损失，你原本可以成为这世界最尊贵最幸福的，只可惜你现在没敢。哎呀，赶紧闭嘴啊，我花500块是让你来演戏的，不是让你来捣乱的，拎不清自己身份的东西。哎呀，你是怎么做事的？我明明有告诉过你，赵公子才是主角，你只是过来陪衬的小角色而已嘛。哎呀，好好，一个临时替补的演员，你可真敢演！居然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我看你的脑子是被鱼给踢了吧？你知不知道帝豪集团的总裁是何等的身份？就连我见到他老人家也得恭恭敬敬的，恨不得当场给他跪下，表示尊敬。要冒充他，你死定了！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江晨。我知道失去我对你的打击很大，看到我选择赵公子，所以你冒充帝豪集团总裁，试图让我回心转意。可是假的就是假，我不可能和你在一起。要怪就怪你自己不知上进，混成了个社会底层。是社会最底层，这简直是我今天听过最搞笑的笑话。你们这群足以看人低的东西，在我面前都只不过是奴隶般存在。陈导，赶紧把这个垃圾给我给出去，你坏了子少的政治。江晨，你花30万都睡不到的钱很快就会在我的胯下，我赚场欢了。讨厌了，赵公子，你这条不知廉耻下贱放荡，你喜欢我送哪去了？刚好跟你这条配。江晨，你找死！到临头还敢顶硬，男人把他腿给我打断，三条腿都给我打断，还不快点过来呀！放肆，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啊？敢坏本公子的事儿，小心我连你一起打！田蜜虚，你怎么过来啊？赵公子，田蜜虚是集团副总裁沈清晨的贴身蜜虚，见到他如见到副总裁本人呢。什么？沈清晨？那个帝豪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名鼎鼎的商界王？沈清晨，他可是我的偶像，被无数人封为大夏女神。那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他的秘书为什么要护着这个废物？你们真是不知死活，本来以你们的身份这辈子能够得见总裁一次已经是你们天大的幸运，没想到你们竟有眼不识泰山，居然敢冒犯总裁，冒犯帝豪集团总裁的下人，就是在大夏毫无立足之地。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作假，但是都掩盖不了你是个臭送外卖的事实。既然你那么有钱，为什么还来这里当500块钱的临时演员呢？啊，真是可笑。他一个上学的时候碰见瓶子换钱的垃圾了，竟敢冒充帝豪集团总裁这样的大人。江晨，赶紧去看看医生吧，你肯定是妄想症犯了。没办法呀，这穷鬼大概是穷疯了，又被我们如烟拒绝，所以现在精神混乱。哎，真是可怜了。江晨，别再对我做梦了，我注定是你这辈子都得不到的女人，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柳如烟，像你这种自甘向下的女人，哪怕跪在我的面前我都懒得多看你。你啊，别太高看你自己了。江晨，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冒充别人的演员还在这里装上嘴脸呢，我呸！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我作为帝豪集团的总裁，前来视察工作，我何不可？你们还真拿我当临时演员了？今天这场节目是专门为赵公子准备的，这就算总裁大人会亲临，也会提前给赵公子说一声，对不对？你冒充谁不好，偏要冒充总裁，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你是说他是帝豪集团的总裁？这还有假？以你们的身份，能够见总裁一次都没有资格。今日得见天颜，已是你三生有幸。连沈倾城的秘书都说江城是帝豪集团总裁，难道这是真的？大家千万别被他给骗，他江城就是一个为了500块钱上台演戏的废物，怎么可能是帝豪集团总裁？而这个秘书，他就是沈倾城身边的一条狗。说的话算个屁！不错，你不可能是帝豪集团的总裁，你们两个肯定是在演戏。放肆！知不知道你们说的话已经让你们大难临头了？你说的这些话，要是沈倾城当面跟我说的差不多，你一个小秘书有什么资格？而且你勾结外人假冒帝豪集团总裁，你死定了，沈倾城也保不了你。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们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让你们接受现实确实很，可是你们现在的样子真的是很，而我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去你的一切。你真当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呀？我看你演戏很上瘾的是吧？刚好你现在打电话把我开除掉啊。你简直自寻死路。一个节目组的小小导演，对于江总来说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让你离开集团，江总不费吹灰之力。你们两个还真能装啊！我为帝豪集团工作十几年了，也是首屈一指的金牌导演，你们怎么开除我？就靠着我500块钱请过来的群众演员吗？不要以为认识一个秘书就了不起，废物就是废物，一辈子都成不了器，还不如去多跑几单外卖，给你那快死的妈加点救命。刘如烟，真的是又蠢又……不要着急，你们这群无知的东西，挨个收拾。想被开除是吧？好啊，我成全你。那不用客气，赶紧来开除我呀！我倒要看看我500块钱请过来的演员怎么把我这个导演开除掉。奉江辰总裁之命，立即开除非诚不扰的导演，并且以帝豪集团的名义对其实行全行业的封杀。从今以后，整个娱乐圈不许任何节目再用的。好好好，全行业封杀我，你真拿自己当帝豪集团的总裁了？陈导，这个傻是不是演戏演入戏了？这样的人在我手底下50块钱一天的，演技又烂，一身的穷酸味啊。江辰，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陈导被开除。待会儿他要是还在这儿好好的，你的脸可要就被打烂了。到时候你可就全国扬名了，成为人尽皆知的小丑。我被帝豪集团开除了，还有谁行业封杀，永不录用？完了，我被帝豪集团开除了，而且还造成行业封杀。帝豪集团可是大夏娱乐的龙头，我这辈子怕是要完了。我说过了，得罪江总你只有死路一条。他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啊。江总，是我永远不惜泰山，你放我一条生路啊。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江辰一句话竟然真的让陈导完蛋了。难道说他真的是帝豪集团总裁？我也在帝豪集团工作，这下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陈导放心，有我赵红稳在，整个帝豪集团没有人敢动。赵公子可是刚才他就是一个小秘书，借着沈倾城的名号狐假虎威而已，他们假冒总裁的身份一旦暴露，肯定会死得很惨。对呀，赵公子的父亲是帝豪集团在京海的负责人，你老父亲的话肯定比他一个小小的秘书要有分量多了。都到这种地步，你们竟还不知死活？你这个废物倒是有点本事，能让沈倾城的秘书给你演戏，知不知道？帝豪集团的总裁不是谁想冒充就能冒充的。诸位，帝豪集团乃是世界第一财团，他的总裁任命必须由老董事长
亲自下任委员状。你有吗？帝豪集团的高管信息，只有赵公子这样的身份才会知道，还他一个废物，他不可能知道。那我太难为他了，他一个身份卑微的穷鬼，连进帝豪集团大门的资格都没有。江晨，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总不会连委任状都没有吧？啊，委任状？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这个玩意儿吗？赵宏伟，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这可是董事长亲自签发的委任状，上面写的很清楚，帝豪集团的继承人就是江晨，江总。江晨，我还真是小瞧你，你为了假冒帝豪集团的总裁，还做了一份假的委任状。你还别说，错的还挺像啊。但是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我会信吗？垃圾就是垃圾。帝豪集团总裁是什么身份？你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假冒总裁根本就不会有人信。赵宏伟，你竟敢撕碎总裁的委任状。一个假的委任状撕了又怎样啊？撕碎总裁的委任状是对总裁的大不敬，等同于与整个帝豪集团为敌。赵宏伟，你们赵家完蛋了。哎呦，我赵家要完蛋了。哎呦，我好害怕呀。就算是你爹赵强来了，他也不敢用这种语气和总裁说话。我父亲只归罪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他老人家。实话告诉你们，今天他老人家会亲自到场，还会当面接见我的父亲。等我赵家冒上了帝豪集团总裁这棵大树，就能一飞冲天，成为整个大夏的顶尖势力。而你到时候连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那我以后岂不是跟你一起成为上流社会的人物？看到了没，我抛弃你选择赵公子是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没想到总裁他老人家会来接你啊。我看这两个跳梁小丑还怎么演下去。江晨，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可你越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越可怜。以你的条件，压根配不上我，哪怕是做我的舔狗，你也不够格。你这个一事无成的废人，谁敢跟我争女人？你也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装什么总裁？不过你放心，以后我跟如烟文的事，也让他叫两声你的名字，让你也有参与感，好不好？啊！你们这两个蝼蚁一般的东西，竟敢出口侮辱总裁，找死！你竟敢打我！赵公子，不要放过他！反了，真是反了！来人，他给我打死！这可是帝豪集团总裁，你们谁敢动手，是不想活了吗？别听他的，他就是一个。今天的事情我来担着。上！敢打我的脸，把他的脸给我撕了！赵宏伟，你现在跪下，给我磕一个响，说不定我还能忍了你再见。否则的话，事情的后果你们十个赵家也承担不起。你们十个赵家也承担不起。今天是总裁莅临视察工作，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好好表现。啊，沈副总，没想到连您都从总部亲自过来了。你们怎么来了？是总裁他老人家喊我来的。我夫人，既然是总裁安排的，就跟着来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冒牌货该怎么对付赵家。狠狠地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谁敢对江总不敬？帝豪集团新任总裁在此，若有不敬，罪不容恕。她是大夏女神沈倾城？这就是名满天下的沈倾城，好美啊！只可惜身份太过尊贵，连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她。这种身份尊贵的大人物，怎么会出现在《非诚勿扰》的节目现场？整个大夏，无论财富、智力还是容貌，都无人可及的沈倾城，那可是我的偶像。江晨，你完了！沈倾城可是帝豪集团副总裁，他出现在这里，你冒充帝豪集团总裁的事情，可就闹大了。等了那么久，你可算是来了。他来的刚刚好，正好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之前你顶多只不过是挨顿打。可要是被沈倾城发现你是帝豪集团总裁冒充这件事，以他手里的权势，
足够让你这辈子都黯淡无光，死无葬身之地。沈总，您的波澜金海真是让这里蓬荜生辉呀！鼓掌。沈小姐，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能够见您一面实在是我的荣幸。所幸的是，这里有一个跳梁小丑，竟敢假冒帝豪集团总裁，现在当着您的面肯定会原形毕露了。什么？胆敢有人做这种事情？帝豪集团总裁何等尊贵，整个大夏无人胆敢冒犯，否则那都是家破人亡的下场。哼，更别提冒充他老人家身份，这种人绝对是不想活了。宏伟，你还等什么？还不把这上河台面的玩意儿给我撵出去。哎，慢着，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人不会是他吧？没错，就是这个垃圾假冒帝豪集团总裁在这里捣乱。哎，沈总，你可千万别饶过他呀。这沈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您不收拾这个垃圾打我干什么呀？沈副总，你这么做也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就算你是集团副总裁，也不能无故打我儿子，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等总裁他老人家来了，我们一定要告你一状。告我状？你们可知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谁？啊，他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放肆，还敢出来不逊。儿子你没事吧？沈倾城，今天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们赵家一个交代，否则的话我们赵家绝不下法甘休。沈倾城，你欺人太甚，等总裁大人一到，我绝对要把这件事情禀报给他老人家，请他来为我们出公道。简直是可笑至极。赵强，你口口声声总裁大人，却有眼不识泰山，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站在你眼前的这位就是帝豪集团的新任总裁江晨，江总。你是帝豪集团的新任总裁？爸，别被他们给骗了，他就是一个社会底层垃圾身无分文的穷鬼，几天前他连他妈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今天赔了500块钱来这儿当演员。叔叔，这是真的，我曾经是他的未婚妻，他们家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他们家穷的是叮当响，怎么可能会是帝豪集团总裁那样社会顶层的大人。我跟江城做了十几年的同学，我可以作证，他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绝对不可能是帝豪集团的总裁。沈倾城，这个人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没错，他的确就是帝豪集团新任总裁。赵强，你一个小小的金海负责人，见到新任总裁还不赶快过来拜见，然后替你那宝贝儿子谢罪。连沈倾城都这么说，难不成他真的是帝豪集团总裁？沈倾城何等尊贵的人物，怎么也这么说？可是江晨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帝豪集团总裁？你说他是总裁大人，他有老董事长亲手签发的委任状吗？当然。江总，您就把董事长给您的委任状拿出来，让这群不长眼的人好好看一看，您到底是不是新任总裁。我刚想说，在你们来之前，委任状被这个家伙撕了。混账，委任状都敢撕，怎么是要跟帝豪集团为敌啊？委任状，我还给你啊，这都是假的。没有委任状就敢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哈哈哈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赵强，难道我沈倾城亲自开口都不能证明江晨的身份吗？哼，沈倾城谁都知道董事长年事已高，早晚有一天会退位，你作为董事长最信任的人竟然敢找人冒充他的儿子，简直是丧心病狂啊！你的意思是说我是沈小姐请来的意思？你不就是我花500块请来的离席演员吗？没想到你这么大的胆气还敢冒充我们帝豪集团那样通天的大人物，真是不计细活。想不到天下闻名的沈倾城做事竟然如此吧，就算要找个演员也该找个像样。帝豪集团的新任总裁
必定是人中龙凤，就算是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绝不可能是一个送外卖当小演员的废物。沈清城，这回你失策了。赵强，你可知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会让你们整个赵家走上绝路？哼，我赵强可不是吓大的，你找人冒充总裁意图欺骗董事长，不就是为了夺取集团大权吗？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向董事长禀报清楚，粉碎你的阴谋诡计。江晨，一个小小的外卖员竟敢搅入帝豪集团这场巨无霸的权力争斗之中，这一回你恐怕是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你就是那个有眼无珠向江晨退婚的女人。不错，他这种社会底层废物根本没有资格配得上我。像你这样低贱的女人，连给江晨舔鞋底的资格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在整个大夏有多少赤家大族的名门小姐做梦都想嫁人？江晨，幸好你还没有娶，否则要是让这样的女人成了总裁夫人，岂不是要成为全天下的笑话？做我的女人啊，呸，过去的事情就当我是小的女人。我本以为你只是穷，起码还有点骨气，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躲在女人背后吃软饭，真让我瞧不起你。我堂堂帝豪集团总裁，谁配有资格让我跟他吃？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见得你无眼。一口一个帝豪集团总裁，你们真把别人当傻子了吗？柳如烟是我未来的儿媳妇，你们竟敢欺负她，就是在打我赵强的脸。沈清城，我让你当面向他道歉。还有这个缠着我儿媳妇不放的废物，要在这里给他跪下磕头，一直到我儿媳妇原谅他为止。赵强，你这是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如此羞辱总裁，即使你是集团老臣也不可原谅。沈清城，你别拿集团副总的身份来压我，这里是京海，不是集团总部啊。我赵强跺一跺脚，整个京海的地界都得抖三抖。再说了，你找人冒充总裁这件事情一旦暴露，你在帝豪集团将会彻底被沦为边缘人物。赵强，你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总裁本人就在你眼前，真是瞎了眼。我看你们赵家的好日子像是要到哪里。哼，这里这么多熟悉他的人都指证他江晨就是一个冒牌货，沈清城，谁还会听你在这儿信口雌黄？我亲眼见他送了十年的外卖，他妈穷到去翻垃圾桶捡瓶子，说他是帝豪集团的总裁，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沈小姐，你会不会也是被他给骗了？连江晨身边的人都这样说，看来啊，他的身份肯定是假的。此事有众多缘由，较为复杂，这些都是老总裁和江总的私事，何须向你们解释？解释不清楚，还不就是心虚吗？沈清城，我看你跟这个冒牌货就别装了。你口口声声说他是新任总裁，众所周知，新任总裁乃是董事长的独子，有本事你让他打个电话给董事长，当场证明一下。只要董事长亲口承认有他这么个儿子，我赵强立刻跪在地上给他磕十个响头。怎么样，敢不敢啊？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现在一定吓得都快尿裤子了。我说江晨，你现在还是灰溜溜的滚下去，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否则真相大白才是真的丢人。你们这群没见识的蠢货，我就是打个电话吗？有什么呢？老哥，你磕头下跪的时候可要悠着点，我怕你骨头散架。哼，大言不惭，得罪了我们赵家，从今往后你在京海将没有容身之地。立刻吩咐下去，让人把这里团团围住，一个都不许他们离开。臭小子，今天你要打不通这个电话，
我会让人把你的骨头一根根都砸碎，谁都保不住你。那好啊，咱们走着瞧。老头子怎么不接电话？董事长在国外谈生意，现在是半夜，可能明天。这下可能要不换。我就说过，这是一个冒牌货，冒充帝豪集团总裁，这可是该死的重罪。沈倾城，还有你这该死的小，你们这回死定了！我就说嘛，就你这种垃圾，根本就跟帝豪集团总裁不沾边儿。喂，下次投胎的时候，带点脑子。真是自寻死路！你不仅穷，而且蠢。幸亏我早早就离开你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把这个该死的。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砸碎！哎，保安，来，搞快点，搞快点吧！我看谁敢！沈倾城，你做的错事，我自会向集团汇报，我动不了你。但是，这个冒充总裁的小子，我今天必须带走。赵青，你不要忘了，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帝豪集团给你。只要你今天敢碰江城一根头发，你们赵家就彻底完了。哎呦喂，都这种时候了还想吓唬我们，我倒要看看弄死一个社会底层的废物到底能让我们赵家怎么样。你们可千万不要后悔。爸妈，不用跟他们废话，他们敢打我的脸，咱就让他千倍万倍的还回来。给我上江南四大家主到。赵钱孙李四大家族，这可是放眼江南最具财富权势的四大家族。他们当初被帝豪集团老董事长一手扶持起来，为江家马首是瞻。虽然四大家族加起来财富都不及帝豪集团的十分之一，但放眼江南，那也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呀。哎，四大家族家主都来了，到底是什么事儿能让这些大人物都齐聚一堂呢？爸，他们肯定是听说您被总裁大人器重，所以过来跟您结交的。嗯，咱们要是跟他们搞好关系，日后咱们赵家肯定一飞冲天。嗯，好。这些人都是你安排的人吗？他们得知少主您继位，求着我给他们一个见你的机会，恕我自作主张，望你答应。无妨。江晨，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在装？不过在你临死之前，能一次见到这么多大人物，也算这辈子没白活。很快你就会知道，你是有多么的愚蠢。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好啊，我今天就在这里看着，是怎么死的。走。在下赵强，拜见几位家主。你是什么人？几位到此不是来找我的吗？我父亲乃是帝豪集团在京海的负责人，就连新任的总裁大人都特别器重父亲，还说当面要见我父亲。我等正是为了总裁大人而来。总裁大人他老人家在哪儿呢？哈哈哈，总裁大人不在这儿，倒是有一个跳梁小丑竟然敢冒充总裁，我正要找人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训一顿。赵钱孙李四大家族家主，帝豪集团新任总裁在此，尔等还不赶快来拜见。这就是我们总裁赵家家主赵无极，钱家家主钱四海，孙家家主孙连月，李氏家主李开元，拜见总裁。各位家主见礼。江南四大家族的家主，每一位都是通天大人物，对江晨如此尊敬，我不是在做梦吧？总裁，为了庆祝您接任帝侯集团，赵家特意献上价值两亿的国宝《千里江山图》一幅，请您笑纳。千里江山图，这可是国之重宝，
竟然被人拿来送礼。总裁，钱家献上价值5亿豪华庄园一套。伦家献上绝世美女4位，他们将尽心尽力侍奉总裁，听从总裁的任何命令。不愧是掌握天下美貌的孙家，这4位美女个个都是精心培养。哎，能被他们4人服侍，这江晨真是艳福不浅呐。跟他们几个比起来，台上这几个女嘉宾全部都是庸脂俗粉。我李家奉上天下至宝，价值10亿的沙漠之心，这是送给您总裁夫人的，也只有总裁您的夫人才有资格拥有这世界上最完美的宝石。这竟然是沙漠之心，这可是世界上最贵重的珠宝，这辈子我要是能带上它哪怕一次，我死都值了。这么好的东西竟然被人送给江晨那个废物，难道说我真的错了？沙漠之星，这可是全世界所有女人的终极梦想，她现在竟然被人送给了江晨。如果当初我嫁给江晨的话，她现在岂不是我的东西？天哪，这些全都是江南最有财富最有权势的人物，江晨他不会真的是帝豪集团总裁吧？不可能，帝豪集团总裁怎么会是一个送外卖的底层废物？一定是你们搞错了。各位家主，他就是个冒牌货，根本就不是什么帝豪集团的总裁。对，我们都可以作证。各位家主，你们不要被他们给骗了，这个人是沈倾城找来假冒的。赵强，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逞强，原本看你是集团元老，想着在总裁面前替你留留情，留你一条活路，但是走到现在这样，是你自作自受。哈哈哈哈哈！沈倾城，死到临头的是你才对呀，你当着四大家族家主的面竟然指鹿为马，说一个低贱的外卖员是集团总裁，难道你当四大家主都是傻子吧？几位家主，这个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她呢曾经是这个弄的未婚妻，对她知根知底儿，他可以证明这个小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帝豪集团的总裁。对对对，几位家主，我与江晨认识了3年，他就是个社会底层的垃圾，他连给自己女朋友买个名牌包包都做不到，他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帝豪集团总裁？为君说说证，这可怎么弄？各位家主，我帝豪集团总裁是何等的尊贵，这个沈倾城勾结外人假冒总裁，分明就是图谋不轨，还请各位家主禀明董事长，严惩沈倾城和这个败坏总裁名声的废物。总裁身份尊贵，乃帝豪集团第一继承人，此事重大，真不可大意。沈小姐，你说这位江晨先生是帝豪集团的总裁，他可有老总裁亲自签发的委任状？委任状当然有，不过被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撕碎了。什么？把总裁的委任状给撕掉了？此事若是真事，罪该万死。各位家主，那委任状就是假的。诸位，这一切都是沈倾城做的局，他仗着自己是董事长身边的亲信，妄图找一个冒牌货假装总裁，然后夺取集团大权。对于他来说，伪造一份委任状简直是轻而易举嘛。赵强，你简直是可笑。这没有委任状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呢？这件事也简单，给董事长打个电话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刚刚我给董事长打了电话，电话一直没人接呀。对，这恰恰证明此人的身份有假。沈倾城，你是不是对老董事长动了什么手脚了？哎呦，你可真能给自己加戏，谁会相信世界首富的儿子会是一个穷送外卖的？各位家主，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拿不出证据，就证明他们根本就不是总裁。别浪费时间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狠狠地教训一顿。且慢，赵强，
你已经是死路一条，无法挽回。四大家主，我敢说，今天江晨要是在这里掉一根毛发，你们根本无法承受帝豪集团对你们的怒火，从此四大家族将会在夏国除名。沈倾城，不要在这里虚张声势了。照我来看，你是怕新总裁上任之后第一个就处理掉你，所以才狗急跳墙，来一招狸猫换太子。可惜呀，你的阴谋诡计全被我赵强给识破了。几位家主，你们可要慧眼识珠啊，千万不要被这两个人给蒙骗了呀。赵强，你这么说有没有什么证据呢？各位家主，沈倾城作为集团副总，权力仅次于老董事长，如今老董事长退位，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一定是害怕新总裁上任之后自己会失去拥有的一切，所以才故意找人冒充总裁，无谋不轨。赵强，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几位家主，这个小子他肯定是假的，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我们这边有好几个熟悉他的人都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穷鬼。对对对，我们都可以作证，他绝对是个冒牌货，他这种垃圾怎么可能会是帝豪集团总裁那样的大人物。对，我们都可以作证。我们知道董事长有一个独生子，但他的身份一向是神秘，像董事长家这样的财力怎么让亲生儿子受苦受累。这件事听起来还真有点匪夷所思啊。十年前我父亲由于忙生意冷落了我和我母亲，所以这十年间我一直都是自力更生，靠我的双手吃饭，有什么不妥吗？此事必须得慎重处理，万一他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这后果我们可没办法承担。事到如今，他也没法证明江晨就是帝豪集团总裁。等等，我倒是有办法能够证明这江晨的身份。孙家主，你有什么好办法揭穿这个冒牌货？我曾经记得董事长告诉他们家有一对祖传的玉佩，一块呢留在了董事长身边，另一块传给了他的独生子江晨。如果您能够拿出这块玉佩，那就能够证明你的身份。这种废物身上怎么可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江晨，你拿不出那块祖传玉佩吧？被啪啪打脸的滋味可不好受吧？沈倾城，你没想到吧？在四大家主面前，你谎言不堪一击。今天拿不出这枚玉佩，别说这个臭小子，就连你，我也要当场拿下，交给老董事长处置。我好像记得他的身上的确有块玉佩来着。他身上真的有那块玉佩吗？如烟呐，这件事儿可开不得玩笑啊。他如果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我们赵家就完了。这件事情可一定得说清楚啊，万一他不是同一块玉佩呢？我的确在他身上见到过，不过那块玉佩不过是一块不值钱的地摊货，怎么可能会是帝豪集团总裁的东西？还好还好，如烟呐，处处差一点被你给吓死了。就是堂堂世界首富佩戴的必定是世界顶级的珍宝。江晨，如果你有这块玉佩，请拿给我来看一看呢。有何不可？啊，诺。这就是个垃圾，地摊上几十块钱就能买得到。江晨，我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你彻底完蛋了。沈倾城，江晨，现在你们还作何解释？就这种破烂还敢拿出来丢人现眼？都给我住口！孙家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这种破烂，哎，不值得您仔细看，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没错没错，这块玉佩和老董事长玉佩是一模一样的，您一定是新任总裁。这不可能，孙家主，你一定是弄错了，这种破烂满大街都是啊，他怎么可能是总裁的玉佩呢？你们这种层次的东西，咱们知道董事长的高瞻远瞩，当年董事长那是白手起家呀，他有两块玉佩，一块呢他留在了身边，那一块呢传给他的独生子，所以啊对于这块玉佩他视如珍宝啊，因为他见证了他们父子的真情，是世界上任何珍宝都比不过的。赵强，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咱们赵家得罪了总裁就彻底完蛋了。等一下，沈清城是集团副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委任状都能造假，更何况区区的一块玉佩。说的对，他是董事长身边的人，他一定见过那块玉佩。你们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都这种情况了还不肯接受现实，还真是可笑。几位家主，沈清城他既然想狸猫换太子，一定把准备做齐了，一块玉佩根本不算什么，这些个人证那是铁一般的事实，咱们也无法抵赖呀。的确有这种可能，总裁的身份乃整个集团的头等大事，你我可不能马虎啊。江晨，我可记得当初你为了给你妈治病求我还你彩礼钱的狼狈样，如今你为了赚这500块钱跑到这儿来当演员，你还跟我装什么装？哦，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女人答应你陪她演完这场戏，她就帮你妈付医药费什么的。要我说你就别管那个老婆，你这么穷，家里再多个负担你这辈子都讨不到老婆。刘如烟，我已经告你，你再敢与我爸不敬，你小心我撕烂你的嘴。江晨，你竟敢打我，顾伟，你快帮我教训他。啊，现在就帮你教训他。你爸现在的不是混了，咱们不如早点下手，先解决这个废物和沈清城再说。嗯，不错，先抓住沈清城这个乱臣贼子，然后再把这个冒充总裁的小子送到集团，总裁大人一定会非常高兴。来人，给我把他们全部捉起来。所有人静音，董事长来电。等一等，我有证据证明江晨根本不是帝豪集团总裁。刘如烟，你又出来做什么？江晨，你们做戏做得挺足啊，不过可惜今天我也在场，我就要当着所有人揭穿你虚假的面具。诸位，江晨的母亲如今身患重病，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甚至连他母亲的医药费都出不起，还要靠骗女人的彩礼来搞钱。哼，这种可笑的男人会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吗？对于万部来说，江天雄董事长会让自己的妻子患病而不管不顾吗？董事长是有情有义的人，会坐视不管自己的妻子吗？我说了，我们父子之间有些误会，已经十年没有联系。我母亲患病的事他并不知情。现如今老夫人已经被送到全国最好的医院进行治疗，这件事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你的借口真多，只不过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我们才不会相信你们的话。董事长电话来，江晨，沈清城，我看你们俩还能装到什么时候。这下子就算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们，冒充地条子的。江晨，你的人生将毫无希望，死路一条。叶生，董事长他老人家有话要说。董事长，您儿子也就是新任的总裁，他现在在京海吗？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让你们去见我儿子以后受他驱使，就这么点小事还来打电话问我？董事长您息怒，只是目前我们遇到了一些小状况，
我再说最后一遍，我的儿子现在就在天海市，而且现在我让他去非诚勿扰的节目现场视察工作，而他的名字叫江晨。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绝对不可能。他要真是帝豪集团的总裁，我们得罪了他，咱们赵家岂不是就完蛋了？算了，避免你们认错，我把他的照片发过去给你们看。哇，就是总裁大人，没错，见过总裁大人。他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完了，我赵家肯定也完了。江晨，他是世界首富，帝豪集团总裁。我竟然错过了嫁给世界首富的机会，这下全完了。现在得罪了帝豪集团的总裁，唯我这辈子都完了。哎，以前多有误会，请多多包涵。罢了，不知者无罪，我不怪你。但是你们欺侮无辜，可见赵家以下犯上，冒犯总裁，罪该万死。总裁啊，总裁，哎，我今天的手贱手腕真的是跌宕起伏啊！我可以写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哇、啊！你给我一个机会啊！我现在就去写，我现在就去写啊！总裁，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你。你看在我做了你们集团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放我们一马。都是那个女人毁了我们赵家，滚！滚！救我！滚！是我这个废物有眼无珠，我该死，我该死！我现在就跟这个分手。小宁，饶了我赵家好不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来之前，我已经提前调动你们赵家在帝豪集团增了二十年的住处，形成了集团几十个亿的资产。现在铁证如山，赵家人还一辈子也还不起。赵家，你就等着吃牢饭吧。总裁大人饶命！总裁饶命！饶命！饶命啊！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有一个好儿子和好儿媳，要不是因为他们，你们一个小小的赵家，我才懒得调查。这个人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人！我打死你！我要杀了你！你们之前不是说要我永远沦为社会不得翻身吗？从今以后，你们赵家将背负巨债，这一辈子。要饭活着，总裁饶命啊！你看到我们是一个屁，把我们给放了吧！把这几个吞并集团财产的废物给我拖下去！我也是被那个女人给蒙蔽了。江总，我也在帝豪集团工作，您刚刚上任，肯定需要心腹，我不都是朋友，对吧？我定当为您效犬马之劳。江总。咱们好歹也是多年的老相识，您不会跟我们计较的，对吧？江总，我早就看你不是一般人，你现在有出息，别忘了我呀。你们这些越来越的狡猾，刚才不还是一口一个废物骂我？把这个垃圾从帝豪集团开除，并且以帝豪集团的名义对外发出公告，所有企业不得录用他们，我要让他们这一辈子沦为乞丐。你们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哼，得罪帝豪集团总裁的下场就是没有任何公司敢录用你。你们真的要组团在街边吃盒饭？江总，我们是老朋友。来人，彭平啊，我们是邻居，江总，江总，江总，饶命啊，江总！江晨，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吧。差点忘了，还有你这个女人，都是张宏伟，是他勾引的我，再给我次机会吧，我是真心爱你啊！你这个不要脸，从你背叛了，选择跟赵宏伟走的那一刻，你在我面前。
就已经舍不得我是人了，不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要你是总裁，可有这样你都没有钱，我什么舍不得不为离开你的。现在误会解除了，我们重归于好吧。还有这沙漠之乡，这是送给总裁夫人的礼物吗？除了我，你身边有没有别的女人了？我们好好过日子，我好好伺候你。就你，还想当帝豪总裁的总裁夫人，你配？ 主人，看，我身边的侍女已经想当活老。不是的，这不是真的。总裁夫人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他也是我的。真是不好意思，这沙漠之心不是送给你。 而且江晨他已经有未婚妻，你是说我有未婚妻吗？在哪儿？当初董事长为我俩定下了婚事，所以我一直都是你的未婚妻，就等着你回来接手集团，然后我嫁给你做你的妻子。怎么，你不愿意啊？我……哦，不不不，我当然没有意见。那就好。 整个大夏，所有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成了我的未婚妻，这感觉真不错。你始乱终弃，你就是个渣男！柳如烟，你还真是有眼无珠，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而且当时你骗江晨的30万彩礼，我会找律师跟你好好谈，解释不清楚的话，你就等着进监狱吧。 这不是真的！你不是一直很想出名吗？今天这场节目播出去之后，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笑柄。到时候，看你还有没有脸出去见人！江晨，你不能这么对我！你放心，从今以后的每一天，帝豪集团的人都会监视着你，我不会让你有一天而这就是你当初欺骗我、背叛我所要付出的代价。 看在咱俩好歹，好歹有点感情的份上，你给我条活路吧！我不想要当总裁夫人了，只要你给我钱，你想怎么玩都可以，我求你了。你这种男人，我看见你就有心。啊、我们走。江晨，沙漠之心是我的，总裁夫人是我的，江晨，这一切都是我的。 这个我倒不在意。哦，对，我妈现在怎么了？你放心，伯母的手术非常成功，现在呢只需要好好休养就行了。这你这个未来媳妇儿，却比我快。嗯，旭梅啊，这10多年你受苦了，以前你说我这满脑子都是做生意赚钱，亏待你们娘俩了。这一点你要原谅。这过去的事儿咱都不提了，这以后啊，你要好好对咱儿子，这些年他可是吃了不少苦。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年纪大了，我就准备把帝豪集团交给小陈来管。这就好。从此以后，咱俩尽管是游山玩水，享受晚年，我以前欠你的，我用今后的余生来弥补你。妈，您的身体好些了吗？爸，哎，不用为我操心，我身体好多了。董事长，伯母。哎，小沈呐，这个时候 还喊什么董事长啊？是时候该改个称呼了啊！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倾城，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好，好，好，这姑娘啊，我一看就喜欢。儿子，你真有眼光。
妈心里这块石头啊，终于放下了。倾城，还愣着做什么？快叫妈。妈。哎，爸。哎呀，我江田雄的儿子终于结婚了。哎，你们小两口要努努力啊，让我们早一点抱上大孙子。爸。妈，我们两个一定会努力，争取给你们多生几个大孙子。妈。哎。哎，江晨啊，这十多年来爸爸没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哎江晨，你个没爹的可怜虫，还敢追求我们班花林梅梅，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江晨，以后见到我像狗一样滚远点，知道吗？呸。我没事儿，都过去了。不管以前怎么样，你现在是第一财团的掌舵人，从此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他们在你面前都要跪拜你。我知道了，爸。喂。哟，江晨，好久不见啊，听说你最近还在送外卖，过得还好吧？托你的福，现在过得还不错。哎呦，没想到当初上学天天捡垃圾的货色，现在口气变大了。陈海，不要跟我口气，说吧，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嘿，你还有脾气了啊？明天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地点就在青海最高级的五星级帝林酒店，到时候你记得来啊。好啊，到时候我一定过去。好啊，到时候我一定会过去的。发生什么事了？我看你脸色好像不太好。没什么，是几个跳梁小丑吧。香禅，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他们实在是太可恶了，可谁让咱们是穷人家的孩子，周恒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不能得罪他。你等着瞧吧，等我以后发达了，定会让他好看。江晨，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人物的。小蝶，谢谢你，等我以后发达了，我肯定不会忘记你。那我就等着那一天了。喂，小蝶，有阵子没见了。江晨，出大事了，陈海有没有找你？哦，你说那个家伙，他刚才喊我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怎么，他也喊你了？坏了，我给你打电话打晚了，明天同学聚会你可千万别参加呀。为什么？我得到消息，陈海之所以喊你是周红的主意，我们念书的时候就一直欺负你，现在打算借着同学会的名义叫你过去，然后再羞辱你，这个千万别去啊。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小蝶，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心里自有分寸。你心里有数就好。好，帮我打听一下，帝林酒店是谁家的产业？你傻了吧？帝林酒店是帝豪集团名下的产业，也就是你的财产。我知道了，明天我过去一趟。好，我马上让人安排。Hey,
咱们今天约好了时间，江晨那个废物怎么还没来？周少放心，我已经把那个废物喊过来了。多亏了周少，我们才能在帝林酒店这种全金海最高级的酒店用餐。江晨那个废物听说最近还在送外卖呢。对，能来这见世面他肯定不会拒绝。那是当然了，我们周少是何等人呀，那可是我们周氏集团的继承人。继承人？周氏可是帝豪集团最大的供货商，这些年靠着帝豪集团生意可谓是蒸蒸日上啊。恭喜周少了。你刚才说什么？江晨那个废物还在送外卖？不说嘛，我的眼光果然没错，上学的时候我就说他就是个翻不了身的废物。对。那个废物呀，上学的时候还不长眼，连我写情书，真是笑死人了。那个废物呀，上学的时候还不长眼给我写情书呢，真是笑死人了。林梅梅可是咱班班花，只有周少这种有钱人才配得上。江晨那个废物，他就是滩烂泥，他想癞蛤蟆吃天鹅肉。我呸！你放心，今天叫他过来，我肯定好好的羞辱他一番，到时候在他的面前好好亲热亲热，你说他会不会当场气死啊？周少你放心，一切我们都安排好了。就等江城那小子过来，我们一定狠狠地让他出丑。出丑？江晨，你今天可千万不要过来呀。江总你好。我的身份先不要声张，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过来。是，属下明白。江总这边请。周少，周家如今傍上了帝豪集团这样的大腿，以后必定生意兴隆啊。周少您也是我们班混得最好的，以后还请多多提携，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如果呀我们能跟着周少混，对一定能在这京海混得风生水起、啊、对周少。是啊是啊，我周家背靠帝豪集团，过去这些年混得确实不错，不过眼下帝豪集团也是风云突变，他们刚刚换了总裁，我们周家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结交这位大人物。我听说帝豪集团的那个新总裁可是年轻有为，人中龙凤啊。对呀，如果我们要是能跟这样的大人物放上那么一丝丝关系，以后也是不得了呀。以你们的身份就别想，那位大人的身份何等尊贵，以你们这些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见到的。我周家现在想尽一切办法想与那位大人物结交，只要他一句话，我周家便可成为夏国顶尖家族。是。哎呀，这人比人啊，还真是气死人。这有些人啊，年纪轻轻啊，就成为了世界首富。而有些人啊，只能待在社会底层坐蝼蚁。喂，林妹妹，你说的该不会是我们班的废物同学江晨吧？他那样的穷鬼怎么能跟我们帝豪集团总裁相提并论呢？江晨那个废物到底还来不来？不然今天我们拿什么取乐呀？各位，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多年的同学了，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江晨呢？哎呦，温小蝶，我知道高中的时候啊，你是那个江晨的同桌啊，可他这种废物，你跟在他的身边对你有什么好处？哪像我们周少，他呀动动小手指啊就能改变你的人生。我劝你啊还是放纵一下吧。温小蝶，听说你最近在做房产中介，业绩不太行，要不这样，陪我睡一晚，我可以考虑买你一套房子。要不这样，
你陪我睡一觉，我可以考虑买你一套房子。周鹏，你别太过分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你能不能不要再装？这个世界谁有钱谁就是大爷，你再卖不出去房，你就连饭钱都掏不起了。周恒，我自己的饭钱我自己出，你不要以为有个臭钱就了不起。不好意思，本少爷有的就是钱，有本事你找一个比我更有钱的呀。你不会以为江晨那个穷小子比我还有钱吧？就凭江晨那个穷小子连一间厕所都买不起。你帮着江晨说话，可那个废物呢，怎么连出现在这的胆量都没有啊？温小蝶，你清醒清醒吧，我们周少能看得上你呢，那是你的荣幸，我要是你，我给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主动爬到周少的床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跟着江晨这样的废物活该混成这样。哼，你们别太过分了。你跟着江晨这样的废物活该混成这样。哼。怎么我一进来就听得有狗直叫。小蝶。哟呵，这不青海市有名的废物江晨吗？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不就是个同学会吗？我有什么不敢的？江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不要过来了吗？他们就等着羞辱你呢。你放心，我自有打算。就凭他们这些废物，奈何不了。来，先吃饭。嗯。服务员。上菜。嗯。哦。江晨，听说你现在就是个送外卖的呀。咱们班上好像就你混得最差劲了。你看看我们。个个都是在单位上班的成功人士。我要是去送外卖呀，那简直。哎呀，我就没脸见人。我说你怎么这么晚了？你肯定是骑电动车来的吧？对呀、啊。哎呀，毕业这么久，连个好车都混不上，你可真是失败。哎呀，毕业都这么久了，连个好车都混不上，你可真是失败。不会吧？这里可是五星级酒店，骑电瓶车来的。哦，真丢脸！这待会儿要是出去啊，千万别说是我们的同学啊。当然，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跟我混一起。你个废物还装上了，区区一个送外卖的穷，还敢瞧不起我们这些成功人士啊？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么说来，你们几个混的都挺不错的。那是当然。我们现在可都是社会上的精英，不是你这种一个送外卖的破穷能高攀得起的。哎呀，如果说混得最好，那还得是我们周少。周少，周少继承了周家的企业，如今更是帝豪集团的供货商，身价都好几千万呢。对呀、啊，张超，我劝你今天好好表现，给我们周少陪好了。嗯，随便那么提醒你一下，你不就是好起来了吗？给我们周少陪好了，随便那么提醒你一下，你不就是好起来了吗？懂不懂帝豪集团的含金量？那可是世界第一的财团，只要能跟这种财团搭上一毛钱关系，无论你是谁，都会立刻鸡犬升天。不过吧，像你这种废物去给帝豪集团开门当保安，人家都不会要你。是吗？我的确不适合给帝豪集团当保镖。原来周家是帝豪集团的供应商，真是可惜。江晨，你明白这一点就行。过去我是你仰望的存在，如今我们两个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怎么，你很有钱？你那么有钱，为什么指点这些穷酸的贩子？放肆！就凭你也敢说我寒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懂个屁呀、啊！这儿可是全青海消费最高的五星级财团，光这一桌子菜就够你送好几年外卖的了。还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穷鬼。哎呦，周少，别跟这种一身穷酸气的穷人一般见识啊！是啊，这没有钱啊，就不要来这里高档次，不然真的会被人瞧不起。这没有钱啊，就不要来这里高档次，不然真的会被人瞧不起。江晨，你也配说我没钱？你有本事，今天你来买单啊！我本来就没打算叫你姐，因为我要吃的东西太值钱。我呸！清晨，你一个臭送外卖的穷，在这装什么大款？周胜从指甲缝里抠出来一点儿，都是你资产的上百倍。江晨，这里的东西太贵了，不是你能点得起的，你还是低下头吧。放心吧。哎呦，还是温小蝶关心你，知道你是个没钱的穷，照顾你那可怜的钱包。江晨，你就别在这充大款了，到时候没钱结账啊，我们可不会帮你的。服务员，直接拿澳洲龙虾，九天暴吃，极品续命。去。哦，对了，再给我来两碗极品辽参粥，我漱漱口。江晨，你疯了？你刚才吃的那些菜每一道都有好几万，就算是倾家荡产你也买不起啊。哎，服务员，你记住，这些菜都是他一个人点的，我们可不帮他付。服务员，你最好提前锁好门，小心他吃霸王餐。哎，没钱跑路了。哎，服务员，你最好提前锁好门，小心他吃霸王餐。哎，没钱跑路了。江晨，你冷静点，这些饭菜太贵了。放心吧，没事，这些饭菜只是我的家常便饭。江晨，我们好心劝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呀。有些人呢，明明是个臭送外卖的穷鬼，非得在我们面前打肿脸充胖子。说这一顿饭钱他得送多少年外卖才能付得清啊。这种人啊，根本不值得人同情，他自己多穷。我花自己的钱买东西吃，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哎，不对啊，周，你不是混得挺不错的吗？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胡说，你一个穷光蛋都能买得起，我周恒为什么不能？服务员，刚刚点的那些菜都给我来上一份。周少威武，周少威武。光吃饭不喝酒有什么意思？再给我们开一瓶82年的老费。天哪，82年的老费，这可得5万块钱一瓶啊。今天我们大家也算沾了周少的光啊。哎呀，周少，你果然够霸气，江晨那种穷屌丝拿什么跟你比？江晨那种穷拿什么跟你比啊？江晨，跟我周恒比有钱你配吗？我买一瓶酒都够你送外卖一年的了吧。5万一瓶的酒，贵了。周恒，你呀，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给我上20年份的罗曼尼汤。哦，不是一瓶，而是除了汤，还有糖、糖、糖，剩下的每个人喝。那是酒庄之王罗曼尼康帝20年的好酒，在座的每人一瓶，一瓶就要20万，光是酒钱要上百万。江晨，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臭送外卖的穷，你送一年外卖都买不起罗曼尼康帝一个瓶子呢？那请所有同学一人一瓶。人呐，要有自知之明，就算是想装，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你以为你是我们周少这种有钱人呐？别拦他，既然死要面子，那就给他上酒好了。服务员，他刚刚点的那些东西，
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对有些人啊，实在是可怜，就为了出来装个逼啊，说不定回家呀就要卖房子卖地，那有可能啊，连爸妈的棺材本都得搭一句。哎，有可能啊，连爸妈的棺材本啊都得搭进去了。怎么，你们这几个穷鬼喝不起好酒，还不允许我给其他同学表示表示了？哎，那个卓恒，你不是挺有钱，要不你也给大家表示表示？这几年啊，我们家虽然赚一些钱，可是一次消费两百万，我也承受不起啊。我还以为是个多有钱的大人物呢，原来不过如此啊。胡说，等以后我们周家傍上了帝豪集团那位总裁，以后我周家的生意会一飞冲天，到时候别说这些，就算是整个帝联酒店我都买下了。对对，恐怕帝豪集团的总裁压根就抢不上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江晨，你就是一个捡垃圾送外卖的废物罢了，别想揣摩帝豪集团那位总裁的心，最起码我还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而你呢，你这辈子都没有可能见到他。嗯，哇，二十年的罗曼尼康帝真的上来，这可真是沾了江城的光啊。哎，你们说江晨会不会真的成有钱人了？不可能吧。甚至他比周恒混的还要好。哇哇，笑话，就他这种废物也敢跟周少相比，你们等着瞧吧，他肯定没钱结账，到时候怕是要进局子。这么多昂贵的酒菜，怎么说他得蹲个十年八年呢。你在鼓噪什么？该不会是没有喝到罗曼尼康帝所以嫉妒我？用这个。用这个帮我洗洗手。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竟然用二十万的名酒洗手，简直太浪费了。浪费？我自己花钱买的酒，想怎么就怎么。有本事你们自己也花钱买。哦，对了，差点忘了，你们没钱，四个人才喝一瓶酒，想想你们也真是够可怜。要不我把我用过的送给你。江晨，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装？先生，您的拉菲。一会没钱结账，让人送你橘子，可别跪下来求我救你。江晨，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先拿去用吧。温小蝶，我劝你还是离你旁边那个废物远点，他现在身上可是背着两百多万的债，你要是离他太近，小心你也可是倒霉了。小蝶，你放心，今天这种事我自己做主。你放心，今天这种事我自己能处理。哎呦，温小蝶，你真是没救了！一个废物为了装逼，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居然还离得这么近。要不然你还是跟着我吧，有我周恒护着你，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闭上你的狗嘴！没看到小蝶已经不开心了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别敢这么和我说话！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温小蝶。要不这样，我是真的想睡了。做我的情妇，不比做什么房产中介要好得多。如果你不答应，以我周家的势力，保证你在京海市混不下去。温小田，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不知好歹。我听说你这个月的业绩好像不太好吧？你是不是一个房子都没卖出去啊？你们别太过分了。过分？我就是有钱，就是过分，你能拿我怎么着？难不成你要靠你旁边那个废物江晨？区区一个周家，在我眼里连个屁都不是，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就凭我周家是帝豪集团的供应商，有帝豪集团做靠山，将来财源广进，我周家就会成为大夏顶尖家族。而像你这种社会垃圾，永远不可能挤进我们这种地步。周恒啊，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可笑的小丑，与我比较，你就是一只卑微的小蚂蚁。别说人家，就算你整个周家，在我眼里也什么都不是。我只需要一句话，你们整个周家都要在大夏永远消失。胡言乱语，没想到你还是个疯子。江晨，你在这儿装什么呢？你那么有本事，你帮帮你的老朋友啊，至少帮他买套房吧。你们这么说不是为难他吗？这金海啊，寸土寸金的，他一个小破外卖员，这要送几辈子外卖才买得起一套房啊？哼，不就是一套房吗？这有什么难？小蝶，你那里最贵的一套房是多少钱？我们公司最贵的房子是汤臣一品的皇家别墅，价值两个亿。最贵的房子是汤臣一品的皇家别墅，价值两个亿。江晨，你问这个做什么？好，那套房子我买了。我刚才听到了什么？一个送外卖的废物要买价值两个亿的豪宅？江晨呐，你今天可真是让我见识到什么叫顶级销售啊！笑死我了！我真无聊，居然跟你这样一个在这掰扯。对啊，周少，汤臣一品的顶级别墅，那就是我们周家都买不起的东西。一个送外卖的穷小子竟然在这说大话。温小蝶，我劝你啊，离这个远一点，省得被感染了。江晨，够了，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两个亿啊，这在京海市没有几个人能买到。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喂，汤臣一品价值两个亿的别墅自我拿下了，业绩算在小蝶的名下。汤臣一品价值两个亿的别墅给我拿下来，业绩算在小蝶的名下。装，继续装，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江晨，你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啊？那可是两个亿，就连我们周家也一次性掏不出这么多。放眼整个京海市，能一次性掏出两个亿现金的人恐怕也只有帝豪集团的新总裁了吧。江晨，我劝你好好去医院检查检查，一定是疯了，他真以为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啊。哎，周少，我就说吧，就这个过来多有意思，你看这个小丑多逗啊。有趣。就你们很快就笑不出来。喂，总经理。什么？汤臣一品价值两个亿的豪宅卖出去了，买的人是江晨。总经理，你说我是年度销冠，还有200万的分成。江晨，那套房子真的是你买的呀？区区两个亿而已，对于我来说就像路边买个白菜一样。我不信，一定是他们两个串通好了，一起在骗咱们。就是，前几天我还看到他骑个电动车在那送外卖呢，他说他能买得起两个亿的豪宅，谁信啊？真的？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这就是那套豪宅的买卖合同和过户证。星辰，你真的成为大人物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不对，我肯定是 P 的，我绝对不相信你是有钱人。江晨，你为了装居然连这种招数都使出来了。P 图。不是，你问问在座的同学们，谁不知道你从小就是个穷光蛋，居然能买得起顶级别墅，谁信啊。周恒，陈好，这可是房屋管理局盖章的文件，真实有效，这套房子就是江晨买的。温小蝶，你们这两个，一个卖房子，一个买房子的，谁知道你们中间干了什么勾当？你们两个为了在同学会上装有钱人，那可谓是煞费苦心，费尽心思呢。你们，小蝶，不去跟这帮跳梁小丑过多的解释，他们只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肯接触现实。这种人，往往是最可怜的。
年纪轻轻能买下价值2亿的顶级豪宅，整个金海市恐怕也只有一个人吧，那就是帝豪集团新上任的总裁江晨。你不会是想说你就是那位新总裁吧？哇，哎呦，这可是全球限量版的豪车，周少，你也太有钱了吧！牛了，周少。江晨，你这个送外卖的废物，好好看着，什么才是有钱人？就这种豪车，你这辈子别说买了，你连坐的机会都没有。哎呀，周少，你可真是低调啊，还说自己呀、只有几百万的身家。我看啊，是上亿的身家吧。您什么时候开着跑车带我去兜兜风呗？我也想在跑车上的那个。周恒真的是太厉害了，一个班级出来的，怎么差距那么大？今天江晨算是狠狠的打脸了，他怎么敢在周恒面前装呢？江晨，今天你也算是来着了，你也可以有机会来摸一摸这超级跑车，让你也感受感受有钱人的滋味啊。他要是帝豪集团总裁，那我岂不是玉皇大帝了？江晨，你是不是装过头了呀？真拿我们当傻子骗呀啊！各位，门口有辆豪车，不知道是哪一位的，麻烦车主帮忙去挪一下。哎呀，这还用问吗？我们整个包厢里边只有周少才开得起豪车。没错，那车就是我的，我现在就去挪。哎呀，周少，原来是你开来的豪车呀。那你现在能带我们去见见世面吗？我们周少开的可是价值百万的豪车，不像有些人吧，来这儿只能骑着送外卖的电瓶车。这种人他也敢说自己花2亿买豪宅，真是可笑啊。江晨，你跟我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豪车。好江晨，今天你也算是来着了，你也可以有机会来摸一摸这超级跑车，让你也感受感受有钱人的滋味啊。周恒，这辆车是你的？你们搞错了，我的车在那边。这不是你的车？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搞错，这辆车的确是你们包厢的某位先生。这不可能，我们包厢的人根本没有人能开得起这样的豪车。能买得起这种豪车的人整个京海市也没几个。是啊，如果不是周少的话，这会是谁的呢？这辆是我的。你好，麻烦开进车库。什么？这辆车竟然是江晨开来的？怎么可能？难道说江晨真的是超级有钱人？这是跑车，这怎么会开得起跑车啊？连我们周少也才能开一个百万的豪车啊。周少也才开的百万的车呀。啊，江晨，你现在可真厉害。怎么样，现在相信江晨是疯了吧？让你们狗眼看人低。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有钱人？我前两天还看见他骑着电瓶车送外卖呢。江晨，你可真是有够无聊的，为了骗我们大家居然不惜花重金租一辆超级跑车，这一天的租金都够你送外卖好几天了吧。这辆车本来就是我的，而且像这种水平的车子我家里的车还有几十。江晨，你能不能别装了，这辆车绝对不可能是你的。为了装逼要花钱，凭你的微薄的收入简直就是在作死。明明是个穷鬼还要学别人装有钱人，你这样的人啊我最瞧不起了。你们难道不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做汽车行驶证？这上面车主照片和姓名都写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这不可能，这驾驶证一定是假的。江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你是帝豪集团的总裁。以前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捡垃圾的城管，毕业了就是个送外卖的，你这辈子只陪在我脚下。周，
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讲话，你和整个周家蛋。让我们周家完蛋，能让我们周家完蛋的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只要我们周家背靠帝豪集团，那我们周家就不会倒。你放心，帝豪集团绝对不会和你周家这种垃圾集团。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他的意思难道是说他是帝豪集团的总裁？你一个臭送外卖的，也敢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这简直就是我本世纪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江城是不是太装了？帝豪集团总裁，那可是世界首富，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有着云泥之别。要我说，江城就是看周恒混得好，气急攻心了。江城，有本事你就让我看看，你是怎么让我们周家完蛋的呀？不过现在你还是先考虑考虑怎么把今天的饭钱给结了吧，要不然今天你可走不了。服务员，来帮这位江晨先生算一算，他今天消费了多少钱。多叫两个人看着他，省得等会儿有人操单。你好江先生，今天一共花费280万。280万？江晨，你这辈子就算是打工打到死也还不清这笔债啊。周成，不用可怜这种人，都是他咎由自取。江晨，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半辈子怎么还债吧。江晨，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半辈子怎么还债吧。区区280万难道很多吗？都到这种时候了，你居然还在装，有本事的话你当着大家的面把钱给结了呀。结账？我为什么要结账？我在这里吃饭根本用不着你。江晨，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钱付，足足280万，坐牢都够你坐10年的。哎呦，我早就说过，他这种穷逼怎么可能吃得起那么贵的饭菜。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酒是你请我们喝的，我们可不会替你买单。你们是听不懂的话，我说了，我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而帝林酒店就是我的产，我在自己家里吃，付什么钱？江晨，你还真是得了失心疯啊，满嘴谎话。服务员，赶紧报警吧，这样没准你们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先生，这张单您看。你去把你们的总经理喊。笑话，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人家总经理来见你？江晨，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半辈子怎么还债吧。江晨，咱们这么多年老同学，要不这样，你让温小蝶陪我睡3个月，然后再恭恭敬敬的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我可以考虑帮你把这个钱给还了，怎么样江晨？周少果然宅心仁厚，对这种垃圾您都能慷慨解囊，真是令小弟钦佩啊。江晨，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低头怕是要去吃牢饭了。周恒，你真是让人恶心，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坐牢吧。我就不相信除了我你还能认识帮你还280万的人。周，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讨人。原本我今天过来是想要狠狠打你，不过现在我可信你现在跪在我的面前并且磕3个响头，然后把我的鞋底擦干净，说不定我能放你，否则我让你们整个周家在大夏永世出名，并且将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我让你们整个周家在大夏永世出名，并且将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你真是太好笑了。江晨，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既然你想坐牢那就成全你，你们不用等了，这个穷小子压根就没钱，你们还是赶紧报警吧。您在帝林大酒店吃饭不给钱啊？您就是帝林酒店的总经理，就是这个小子在这吃霸王餐，我们跟他可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请您随意处置。见过江总。喂，你没搞错吧，他就是个臭送外卖的穷，你给他鞠躬干什么？放肆！你可知面前这位是何许人也，竟敢在这大放厥词。他就是个穷鬼。他可是帝豪集团总裁，帝林大酒店都是他的产业。他
可是帝豪集团总裁帝林大酒店都是他的产业。我说过了，我在自己家里吃饭根本用不着。江晨，你真的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啊？怪不得你随便就买下汤臣一品的皇家别墅呢。我的天哪，帝豪集团总裁竟然是我的老同学。我还以为周恒很厉害，跟江晨也什么都不是。周恒竟然在帝豪集团总裁面前炫富，现在想想完全是小丑行为啊。这不可能。你说你说说看，他前几天是不是送外卖来着？周少，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啊。一个送外卖的鬼才仙品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呢。这一定是他的诡计。对。哦，我明白了。江晨，一定是你。你想尽办法跟帝林酒店的总经理认识，然后请他来帮你演一场戏。就是这样。一定是你，你想尽办法跟帝林酒店的总经理认识，然后请他来帮你演一场戏。对，就是这样。放肆！我堂堂帝林大酒店经理，怎么会帮人演戏？这位是我们帝豪集团货真价实的总裁，你出言不逊，简直是给你们周家招惹祸端。只要江总开口说一句话，就能让你周家完蛋。我对不起，谁会相信一个送外卖的穷小子，短短几天就能变成了世界首富、帝豪集团的总裁？我才不信！周家家主到。爸，你怎么来了？叔叔。儿子，你怎么也在这里？今天有一个好消息，我费尽了心思，只为了求见帝豪集团那位神秘的总裁一面。今天他终于答应见我了，就约在这个帝林酒店。爸，这太好了，让我们周家攀上帝豪集团那位总裁，以后我们周家的生意真是一飞冲天。不知道那位大人现在在哪儿，我好过去拜见他。江晨，这周恒的爹是你叫来的吗？等着吧，待会儿有好戏的。周正豪，帝豪总裁在此，俺们过来拜见。这位就是帝豪集团总裁，竟然如此年轻啊。爸，你别相信他，他是假的。周正豪，好久不见。你不是当年被我儿子打住院的那个穷小子江晨吗？周正豪，当年你们父子靠着有钱有势肆意欺辱过，没想到会有今天。废物，永远是废物。过去我儿子可以随意的欺负你，现在他仍然可以。今天我还有要事要谈，没工夫搭理你。你现在给我滚。今天我还有要事要谈，没工夫搭理你。你现在给我滚。周正豪，你简直是不要命了，知道吗？站在你面前这位，那可是你朝思暮想都想见的帝豪集团总裁。他，如果换作是别人，我倒是可以犹豫一下，但是他的身份我是一清二楚。他就是一个没有父亲母亲靠打工为生的穷小子，他也配当帝豪集团的总裁？陈总经理，你身为帝豪集团属下员工，居然伙同别人一起冒充总裁，等我和我爸一起见了总裁的老人家，一定当面告你一状。我就说嘛，像江晨这种垃圾货色怎么可能咸鱼翻身变成帝豪集团总裁呢？当着我们周老爷子的面呀，他都装不下去了呢。今天该来的人也都道歉，当年的恩怨也是一并了结。就凭你这个穷小子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就在今天，我要让你们周家永世在当下出名。你好大的威风，好大的口气啊。我们周家可是帝豪集团多年的供应商，这么多年一直合作的很稳定，除非总裁亲自发话，要不然谁能威胁到我们啊？江晨，你也不怕风大吓了你的舌头？我是江晨，从今天开始帝豪集团解除与周氏的一切合作，像这种垃圾根本不配做我们的供应商，并且对周氏发布全国封杀令，不许任何企业再与他们合作。江晨，你不会以为你打来个电话就能吓唬人吧？真是可笑。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们周家完蛋的。哎呀，周老爷子、周少，你们别和这种疯子一般见识嘛。喂，我是周正豪。什么？帝豪集团要解除跟我们的续约，并且永不合作，这怎么可能？什么？
帝豪集团要解除和我们的续约，并且永不合作，这怎么可能？我们周家这么多年可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并没有半点过失啊。是总裁亲自下的命令。爸，叔，公司发来消息说是我们所有客户都要跟我们解约，说是帝豪集团下的封杀令，不许任何企业和我们合作。完了，全完了。我们全部的资金都在项目里面，一旦失去了帝豪集团的帮助，我们周家就要倾家荡产，还有背负十几亿的债务。不可能。你究竟是什么人？帝豪集团总裁江城。江城真的是世界首富，帝豪集团总裁。我们的高中同学居然是这样的大人物，要是当初跟他打好关系，我早就飞黄腾达了。都怪我们当初狗眼看人低，才错失了暴富的大好机会啊。江城是帝豪集团总裁，我们之前那么欺负他，现在岂不是死路一条？完了，惹了帝豪集团的总裁，整个夏国哪还有公司敢上我们呀？完了，我的人生彻底完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江城，你明明应该是被我踩在脚底下，有我凌辱的废物才对，怎么可能变成我高攀不起的大人物啊？你这个逆子，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认不清事实吗？快快给江总道歉，你想害死我们周家呀。江总，江总，都怪我教子无方，养了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废物，还冲撞了您，你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您放周家一马吧。刘正豪，当初你们父子仗势欺人，对我更是百般凌辱，可曾想到过会有今天，现在后悔一切都晚了。我就是要让你们周家彻底破产，从此沦为乞丐，让你们终身沉浸在悔恨之中。江总，江总，江总饶命，是我该死，是我有眼无珠。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滚！你们周家绝对不会放过。来人，把他们给我带走。江总，江总，江总，江总饶命！江总饶命！江总，江总，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是人中无缝的，都是周恒让我做的，都是他逼我的。江总，您知道我一直是很仰慕您的，我觉得您得给我一个机会。我的您的狗，我一定听话，好不好，江总？对。江晨，你刚才的样子好威武啊，人家真的好喜欢你。要不这样，今天晚上就让人家陪你，当做对刚才的鲁莽给你道歉了，好不好？你们这几个趋炎附势的小孩，多看一眼都会让我觉得恶心。放心好，收拾完了周家，你们几个我也不会放过。你放过我吧。求求你。什么？我被开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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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豪集团将我们全行业封杀，我们再也没有工作了。从今以后，整个项目将没有你们几个的利益，你们几个除了集体再无其他的选择。这顿饭吃完了，我也该走。对了，小李，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你工作的那个公司我刚刚让人买了下来，从今以后你就是那家店的总经理。江晨，谢谢你，真的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了。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哎，江晨，你现在好成功啊，我是真的很为你高兴。你还记得吗？高中的时候还给人家写过情书的。我现在觉得你可以当我男朋友了。林梅梅，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对我做了什么？当初是我瞎了眼喜欢上了你这种肤浅的女人，你甚至还把我给你写的情书传遍学校，还让周恒找人把我殴打一顿，沦为全校的笑柄。江城，我错了，当初都怪我太年轻了，分不清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男人。我知道错了，你是那么的爱我的，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曾经的我你爱答不理，现在的我
你如何妒忌？江晨，我求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只要你原谅我，我做什么都可以的啊，就算我给你当情人也行啊。这种女人根本不可能，我已经有妹无姐，而且她是全天下最完美。江晨，江晨，今天不是说好一起去看婚纱的？难道你忘了吗？她竟然是传说中的那位大夏女神、商榭女王沈清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沈清城。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江晨的未婚妻。富可敌国，娇妻在旁，江晨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沈清城。原来是江晨的未婚妻，在他面前我根本什么都算不上了，怪江晨看不上我。你就是林梅梅是吧？听说你上学的时候拒绝过江晨的追求，不得不说你还真是有眼无珠，错过了这么一位绝世好男人。不过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他是我的男人。就差一点，就差一点，我就成为帝豪集团的总裁夫人了，这下全完了，都怪我有眼无珠啊。你们今天在这里尽情的消费，所有的花销我来买，我还要陪我未婚妻去试婚纱，先试陪我。江总您慢走。如果当初能和江晨处好关系，说不定也能像温小蝶一样一照升天。只能怪我们没眼光，看不出江晨才是真正的龙啊。